今天要介紹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Marmorino Metallic， 這款批灰是 Marmorino Fine 的金屬版本， 金屬效果來自裡面大量的金屬粉末， 混合細滑的大理粉末而成， 適用於室內。 在講解之前要提提大家， 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 我們會按照客戶的要求調配出不同顏色。 Marmorino Metallic 分為金、銀、銅三個版本， 可以透過添加少量染料做不同的貼色。 以下是施工的程序， 首先利用油掃掃上一層底油， 然後用批刀上一層 Marmorino Metallic， 輕力推開薄薄一層就可以， 記得要均勻做完整個施工範圍。 待乾， 接著重複剛剛的步驟， 塗上第二層 Marmorino Metallic， 待乾， 重複多一次， 塗上第三層 Marmorino Metallic。 這樣就可以做出表面柔和的視覺效果，裡面的金屬粒受到光線折射影響，所以在觀看角度不同的時候都會令到表面看來有一點點的變化。 以下是幾款 Marmorino Metallic的效果。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我們。